papá!喂，你好，我是苏大强，是我父亲。什么？来来，接过接过。我叫苏大强，今年63岁，一辈子与人为善，没干过坏事。如今家门。大叔，你别往前走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已经给你孩子们打过电话，咱有什么事儿等孩子们来了以后慢慢说，有什么矛盾当面解决行不行？千万别冲动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别跟我提他们，我就是被他们害得什么都没了，我房子也没了，老伴儿也没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我哎，不不不，大叔，你听我讲，你别过来，我不过来，不过来，太近了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看这底下水脏，跳下去不好啊！来来来，你听我。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解决。来来来，你听我讲，孩子们来了以后，什么话都好说，什么事都能解决，咱们慢慢说，说开了不就行了吗？好好的说，有什么事聊不开。苏大强，苏大强，你让开！哎，谁呀？谁呀？我是他女儿。你看，你女儿都过来了，你过来说好不好？你女儿才过来了呢，我没有无小儿女。你别过来，我不过去，你放心，有什么矛盾我们替你做主啊。做什么主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我都被逼成这样了还做什么主啊？爸，有什么话咱好好说一下，回家说去。你干什么呀？你下来下来，我们错了还不行吗？啊，人家都这么说。哦，对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父老乡亲们，有缘再见吧。回哪儿去？事儿还没解决完呢，你们两人先给我回派出所。这不同意老人再婚，可以慢慢商量。毕竟他是你们父亲，是吧？这有千日不好，他总有一日好啊。他就是再糊涂，这也不能打，不能骂呀。更不能合起伙来欺负他。谁欺负他？这半年净剩他欺负我们了。你们这家务事儿呢，我也不想管。我就说你们对待老人那态度不端正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好，所以才导致他要跳河自杀。警察同志，我们肯定比您了解我们的父亲。他不是那种人，他就是喝多了，他就是撒酒疯，他不敢死。怎么说话呢？有你怎么说话的吗？啊，这不是你们逼他，他能喝酒吗？他不喝了酒能自个儿往河里边爬吗？这万一一失足掉到河里，你们后不后悔？这给社会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，这对周围居民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，你们知道吗？全派出所的人集体出动啊，全力抢救这人，这不是浪费公众资源吗？是是，这看年纪你们也不小了，你还是企业高管，这都有头有脸的人，怎么考虑问题这么幼稚呢？谁幼稚了？您得问清楚呀。先把你爸带回去要紧吧。啊，警察同志，啊，要不先让我们把人带回去，可以吗？带回去？啊，就你们这态度，我们放心把老人再交给你们吗？啊，是，这我们知道。最近家里确实闹了点不愉快，对老人家缺乏耐心。啊，您刚才的批评我们一定会改，
不会给社会添麻烦。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吗？是吧？你是苏萧什么人呢？嗯，我是她男朋友。哦，你们俩人都看看吧，人家这才是解决矛盾的正确方式方法，又不是辩论会，吵赢了有什么用啊？是能解决问题呢，还是减轻伤害啊？老人呢，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放心，就让你们这么把他给接回去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去跟老人道个歉，让他消消气儿，原谅你们了，你们再把他给领走。好，好，应该的。跟你们说这么多，我也不是说故意要教训你们啊，不是刁难你们。我们这儿从早到晚的，一天天的为了这个赡养父母老人再婚、分配财产、打头破血流的事儿，我们见得多了，何苦呢？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事儿说清楚了，不就得了吗？对老人呢，就不能硬来。不管碰到天大的事儿，记住，这是生你们养你们的父母啊。是是。走吧，走吧。大叔，大叔，嗯，我把您儿女都给带来了，我呢也批评教育过他们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哪儿那么大仇啊？今天当着我的面把话说开了就得了，好吧？大叔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嗯。哎，那我来承认错误，爸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走吧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赶紧回家。我那家我哪儿也不去。那就一直在这儿住着。没你管。哎，行了吧，差不多行了吧，咱别在这儿丢人了好吗？我已经跟你们断离关系了，我不丢你们人。你有完没完啊？哎，解决问题，不说好来道歉吗？这是道歉态度吗？啊，警察同志，没有，咱们没吵架。警察同志，你看见没有？啊，就他们这样的，我能跟他们回去吗？我不但我不跟他们回去，警察同志，我还得告他们，虐待老人。我们怎么虐待你？哎，行。不是，少说两句，你出去好吧。大叔啊，今天这事儿呢，解决问题为主，把话说开就行了。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，有我们人民警察在这儿，保准不会让你受委屈啊。警察同志，我60多了，活不了几年了。就我这个儿子，从小到大吸我的血呀，我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我供着他，到头来呢，他喝醉了，要来打我呀，还要拿刀砍死我。还有我这个闺女，你看她现在这样，在人面前人五人六的啊，住着大房子，开着豪车。可他心里头，他一点都不孝敬我呀，警察同志，我见他一面都难呐，我生病住院了，他都不露个面儿啊。更让我寒心的呀，我好不容易找个老伴儿，他三天两头来搅和，陷害人家，说人家偷我钱，说人家图我房子，活生生的把我们这对恩爱夫妻给搅黄了。哎呀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你说你怎么能干涉老人婚姻自由？行，苏大强，既然您不嫌丢人呢，
咱们就在警局把话说清楚了啊。什么老伴儿啊，不怕您见笑，警察同志，她就是个女骗子，因为做假账我把她赶走的。哎，你以为人家真要跟你结婚啊？那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好吗？她就是看人年轻漂亮，所以心甘情愿被人家骗。要不是我们几个发现的早，你现在被人骗得连裤衩都不剩了，你知道吗？胡说八道，我们是真心相爱。真心相爱，我问你，你今天去为什么被人轰出来？就是因为人家知道你现在没钱没房了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你别管，你一个外人，你坐下。小蔡图我钱怎么了？你们不也是图我钱吗？你可笑不可笑？谁可笑啊？啊，小蔡他毕竟对我好，照顾我，你们谁关心过我，照顾过我？你以为你施舍俩钱就是对我好了？弄个大房子，雇个保姆，拿我当个犯人一样，把我关在里边监视我，这就是对我好吗？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解决问题，解决问题啊！现在好了，房子我也卖了，钱我也给你们了，你们谁也管不了我了。还是你妈说的对，就算我们白养你了。别说，大叔，你何止白养我了，你们压根就不该生我。苏大强，你照照镜子，你看你现在还有一点父亲的样子吗？林玉，别管了，我们就是因为平时太纵容你了，才让你现在没皮没脸、为非作歹。啊，我们对你不好是吧？我们要把肉割下来给你吃才叫孝顺吗？啊，你别说这些了。自打我妈去世，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？好了，你干的这些事儿，你还知道我们儿女尊敬你吗？别人的父亲都是想方设法来保护孩子，你倒好，你千方百计的给我们添恶心添堵，闯了祸了，脖子一缩，让我们来给你擦屁股，自己还死不认错，胡搅蛮缠。好了，我有你这样的爸，我还不如没有呢。好了，你出去，你别讲了。我妈说的没错，苏大强，你就是个窝囊废，你就不配有家，不配有儿女。苏大强，你这个窝囊废，我怎么会嫁给你呢？你这种人啊，就不配结婚，不配成家，你给我滚，滚！你就是个窝囊废，你这个窝囊废，不配有家，不配有儿女，嫁给这种人啊，你就不配结婚，不配成家，你给我滚，滚！哎呀，少说两句，少说，咱们解决问题为。赵美兰，你说什么你？你就是赵美兰。赵美兰是我妈，我爸晕倒前居然对着我喊着我妈的名字，赵美兰是我最讨厌的人，我恨她。从我出生那天起，她讨厌我，嫌弃我。她说我是这个家里多余的人，就因为我是一个女孩，她不肯花钱供我上学。说投资我是不会有回报，这么多年我拼命的远离苏家的人，拼命的工作，拼命的赚钱，拼命的想成功，我就是为了告诉他他是错的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我努力了这么多年，
就将你变成了我最恨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警局对我爸大吼大叫的时候，我被自己吓到了。我爸说的没错，那一刻我就是赵梅兰，不，我比他更可怕。我妈都没有把我爸骂晕，我直接把我爸骂进医院了。我真的很害怕，我闭上眼睛都是赵梅兰在跟我说：“苏明玉，这么努力。”你怎么努力都白搭了，你飞得再高，你飞得再远，只要你身上还流着我的血，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逃脱我的控制。我凭什么逃不了？我凭什么？你不用回来，爸没什么事儿，就是高血压，你放心吧。咱爸怎么又高血压了？喝多了，然后又要跳河，还是被骗闹的。现在酒已经醒了，都稳定下来了。那个明成，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，你可千万别瞒着我啊。哎呦，不会瞒你大哥，你就放心吧。就算我瞒你，爸也不会瞒你。嗯。哎呀，可是爸目前就算身体没什么事儿，那出院以后他该住哪儿呢？往后的生活又该怎么安排呢？这不都是麻烦吗？我看我还是回来一趟吧。哎，你别回来，哥，你听我的，千万别回来。本来我跟明玉能管住他，你一回来，他肯定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到时候你心一软，他又提出一大堆的无理要求。买房的教训，你又忘了？行，我明白了。但是你们别来硬的啊！这件事儿，咱爸在精神上肯定受了不少的刺激。哎，不会不会啊，我们自有分寸。啊，那明玉呢？我跟他说两句。我觉得你现在先别跟他说了，他现在心情不是很好。好吧，那我等你们信儿。只是担心爸被骗，所以才会说那样的话。这事儿不怪你啊，你想的是正确的，别胡思乱想。可是我真没想到，爸会被逼到卖房子来跟你们断绝关系。要是真出了事儿，我没脸面对你们苏家了。哎呀，我都说了嘛，这事儿不怪你。谁能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呢？我是想不明白。其实现在想想，爸挺可怜的，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又没有家人照顾。还被人骗钱，骗感情，还要面对我们的指责。这回这事儿啊，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。我以前一直认为，只要我出了足够的钱，把事情想得周全一点，满足我爸所有生活上的需求，这又叫孝顺。可当我做完这一切，我爸竟然会选择宁愿被别人骗，甚至要跟我们断绝关系。你说我爸心里是跟我们有多生分？
他才会这样。春秋有个郑庄公，他母亲很不喜欢他，偏袒他弟弟。就在他继位的时候，他母亲竟然串通了他弟弟，要杀他篡位。结果刺杀失败，他弟弟拔刀自杀，他母亲也被抓了起来。那个时候，郑庄公他就立下了誓言，说：“今生今世，不到黄泉，绝不相见。”故事我知道。后来他后悔了，挖地道，挖到了一个叫黄城的地方，挖出了一眼泉水，他就是在那儿和他母亲相见。在正史上确实是这样子写的，但我想这也许是古人为了要彰显孝道所以改编的。你知道有野史说啊，他母亲其实在那一次的兵变里就已经死了。如果按照野史的说法，他母亲在那一次的兵变中就已经去世，郑庄公其实也没做错什么事啊。但我想他的后半辈子一定充满着悔恨和痛苦。就和你一样，一直走不出来。挖一道黄泉，编导和自己母亲的相见，这其实都不是要和母亲和解，其实是要和自己和解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和自己和解。对啊。但如果你一直想着从前的委屈，那些悔恨啊，那些怨恨，你就是用他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。你已经没有机会和你母亲和解了。你可以选择不原谅，但你也可以选择放下。放过你自己吧。通过这两天的住院观察，你父亲的身体没问题，恢复得挺好的，啊，今天就可以出院了。那太好了。回家以后，那个作息时间和饮食要注意啊，还有，千万别再刺激他了，啊。行，我们记住了。谢谢啊，主任。不用谢，谢谢。别刺激他啊。欠我也到了，我也认错了，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？
凉了就不好吃了，馍就不脆了。我吃饭最烦人，在边上看着，看人吃饭。对，看人吃饭没出息，我出去。别跟哥们了，出去吧。大叔，嗯，吃什么？照你做饭差远了，没法吃这个。要不你上我那，我最近有一些新菜。嗯啊，我跟着他们一起进来的。爸，让不让人吃饭？大叔，咱们走吧，出院手续都办好了。啊，走。爸，我那天不该那么跟您说话，我错了。你没错，是我错了。我竟给你们惹事儿了，还是让我死了得了。行，你要是想骂就骂个痛快吧。那您骂完人赶紧起来收拾行李，人医生已经通知我们出院了，后面还有别的病人等着呢，咱们得给人腾床。对啊，嗯，要么咱们先出院，要躺回家躺，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。走走走走走走。不是小石，你说我现在离开医院我去哪儿啊？我连个家都没了，你横是不能让我住大马路上吧？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呢？谁还能不管你了？你说他们谁能管得了我呀？就说他吧，他说他管我，他现在自个儿连个家都没有，让我跟他住他那猪窝去啊？哎，你这么说很伤人啊，小石，我那大儿子他美国呢，我想去美国我都去不了啊，小石啊，是个人现在都不管我了。干脆就让我自生自灭吧，小石。哎呀，您什么意思呀？我们怎么就不是个人了？那我那儿有家，您住我那儿。我们也都商量好了，您出院以后就上我们那儿住，啊，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儿。我不去。您现在不住我那儿，您能住哪儿啊？不是小石，你看看，就这样，你我去了也得让他再给我请回到医院来，我还折腾什么呀？我就在医院待着吧，我啊。行了吧，别跟我置气了。我那天那样说您，我自己心里也不好受。我向您保证，您住我那儿，我肯定不会跟您大吼大叫的。咱们约法三章，您要有什么不满意，您可以提出来，他们俩都会帮您监督我的，好吗？嗯，我们会监督的。明玉呢，又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。最关键的是，你不是爱吃小石做的饭吗？你住了他那儿。能天天吃小石做的饭，这账用算不过来呢。对啊，大叔，有什么事我们出去商量，我们在这也给医院添麻烦，你说是吧？我哪儿也不去啊，小石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们要想让我离开医院，那就直接把我送养老院去，就让我死那儿得了。你们谁也别管我，谁也别管。来，回我家去。走就走，堆那么大火干啥呀？走走走走走走。
社区环境不用我再介绍了吧？你也看到了，万里挑一，这屋里边硬件软件的也都是最顶级的。您看看还有什么要求吗？大叔，您看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个房间。如果你喜欢明玉那个，你也可以住他那个，是吧，明玉？啊。啊。哦，对啊，您看你喜欢哪间，您就住哪间呗。你们都选好了，我还咋选？就他吧。你要是喜欢我那间，我就跟您换啊。对啊，随时都可以调整，但两间房间都朝阳啊，没问题的。这么大个房子，连电视都没有啊？那这不是有电视柜吗？我回头买一台搁在这儿。哎，有电视，这。这个就是平时不太常用，你要是想看，我就不收进去了。这是升降遥控，这是电视遥控。厉害啊！升降。我去做个饭。我跟你一块儿吧。对，陪你爸爸。我帮你。回去呢？穿这个，留下去了。这别的，这棒炸了。哦，这是停。哦。还有商量，不会玩坏了吧？哎，再让他下去，下去。大叔，都好了，吃饭吧。走，吃饭。来。哎，你们两个不在这儿吃啊？我去他店里吃。啊，对啊，我店里还忙呢，我回去一下。嗯。爸，菜凉了。
那鸡蛋出锅以后呢？出锅之后，你的粥就差不多好了，可以准备上桌了。很简单嘛。哎，睡前别忘了把料都先准备好，明天开火就行。知道知道啦，放心吧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你爸呢？我爸睡觉了。这么早啊？我让看电视他也不看，他睡觉也好，他坐客厅我俩也没话说，怪尴尬。明明说你爸已经睡了，看来他俩相处还不错。其实我觉得我爸挺想住在明玉那儿的，就是不好意思说。我得劝劝他，他还是得住在明玉那儿，总比住在我这儿强。我在想，要不以后白天让你爸来我这，我找点事给他做，晚上呢再让明玉陪他。哎，我们家的事儿。没少让你操心，谢谢。应该的。其实我爸以前不这样，就是我妈去世了以后，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有个事儿，我还没来得及跟我爸还有大哥说。我接下来要去非洲工作。公办两年，我爸麻烦你多照顾。还没睡啊？加班呢。哦，您这一晚上上了好几趟厕所了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晚饭吃多了。我这不影响你吧？啊，不影响。啊。那厕所在那边。